开荤了。开荤了。吃披萨。不是开荤，可以放松。叔叔好。叔叔好。还有一个面包片。没关系，我们有主食。没事，有蛋吗 ？Hello。有鸡蛋吗？我绝对不会承认我跟胡小慧同事一样大。鸡蛋太好了。我绝对不会承认，我这辈子都不会承认。没有鸡蛋吗？算了，没事。女儿是什么鬼？我什么时候成了你的女儿了？这位。这位。好像自称是我爸爸的人。没事，叔叔。早，你这时差倒的哟。够。哇，我们点了很多，我们恨不得每人点一个披萨。我们点了两个披萨。好，两个。就值一会儿，反正我手机又是没有电的状态，我看看现在还有12。手套都没有带。依照我的耗电程度。今天回学校没有被嫌弃的，只是非常理解你们。作为一个曾经也干过这种类似于后勤的事情，就是你们知道吗？那个一直很想去，但这家里没有点。那个加速器的图是我自己去特意去 B 站截的。嗯。我本来昨天就想发微博的，因为昨天是当天去的预备生，但是因为昨天我晚上韩影聚聚卡的，他都是要过段时间才能出，所以呢我一等就是等到了今天，然后我就公演下午拍东西就没有时间，我就刚才去解的。他说什么来着？比格披萨的那个特别好吃。晚上这个背景怎么了？我很难过。应该能出，反正我也吃不上。能穿。没有，我和甜甜我们都已经习惯了，就是找自己的 cut 去搜一下 top 的名字，很正常。没有 cut 啊，我每次看 cut 都要去青云文运应援会，然后段奕璇应援会看。我是青云文运会，青云文胡小慧，还有段奕璇。然后今天我想看一下子弹日记，然后你去搜杨欣的，在 B 站，我去搜张梦慧的音乐会，结果没有，这很尴尬，你我熄红，你不知道吗？要考试嘛，不是，所以等考试。然后我去搜杨欣音乐会也没有，在 B 站搜杨欣音乐会是有的，就是 B 站那个杨欣的子弹日记的 cut 合集，然后我在那里给你找到的。对，你在那里给我找到。谢谢你们的投票。我这个衣服竟然今天被说丑了。嗯，辛苦了。我这个衣服竟然被说丑了。没有，我只是。你竟然否定了我和毛奇宇的审美。没有。我只是在叙述一件事而已。千万不要有负担。嗯。其实我很能理解。其实我也很能理解，我真的很能理解，因为我曾经我觉得很累，就是因为对，因为做 cut 其实很累，而且很无聊，嗯，而且像那些打头组，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坚持下来的，对啊，就是每次都刷，然后有的时候会竞争心上来了，然后就不能什么比数，还得刷，而且就是要速度很快的出 cut， 就很难那个。而且万一到时候还被小偶像嫌弃了，就更惨了。我刚才吃了青云的那个东西，我都没有胃口吃披萨。其实我觉得我很有胆，我给你们隆重介绍一下，这个披萨呢，就是导致我上次急性肠胃炎去重庆去晚的那天的罪魁祸首。我纠结了很久的心理斗争之后，我是花钱买的。身为一个吃货，我觉得我放不下这个美食，然后我就都点了。我买的是那个披萨，不那个 VPN 是那个蓝灯是我最近我看到了熟悉的 ID， 是因为我在 B 站我经常会搜 cut 的时候，我就会看到就是 UP 主嘛，那 UP 主截的 cut 的名字。什么？嗨，要见面了。不
是这个帽子，我给你们看，它不好看，戴上去跟，我觉得这个帽子戴上去不好看，对吧？你看哪里好看？其实我当时觉得是可爱的，但那个帽子上戴就不好看，很奇怪。我就是战想战胜我的心理阴影，所以呢，我要刚才点了这个罪魁祸首。哦，换了一家，因为这个牌子的披萨有两家，然后我点了另一家。我在想，不会是那一家的卫生出现了问题，然后我就点了另外一家。这个是我的衣服，我再说一遍。这不是毛巾，因为我跟他穿了一次，我觉得很好看，然后我自己买了一个。这个是某宝上的最后一件了。这件衣服很贵。嗯，是很贵。我都不知道我买。哇，谢谢火箭！哇，我的胳膊一举起来，哇，浑身酸痛。因为觉得回归初心。感恩的心，感谢有你，让我一复一。什么？让我等等，让我勇气。噔噔噔噔。他妈的，他们真的无语。我的问题？什么我的问题？我有什么问题？你没有那么厉害吧？56跟牛奶一样，人是什么？没有谁一样，还说什么吗？你们能不能什么约酒的能不能少喝不喝？吃披萨。我们夜宵就是应该吃点有助于肠胃消化的东西。谢谢你，小你不觉得？你觉得小偶像有早睡的吗？反正我没有碰到过小偶像早睡的。就连刘若瑄这么注重作息和养生的一个人，还有美君这种，他们也避免不了晚睡。这个是我们这份工作所会影响的，并不是说有些事情是我们就能决定的。但是确实有一些就是。其实我们有时候可以有些作息时间是可以自己早睡的，但是因为平时会因为自己作死，对，就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这是真的有事，所以晚就是会习惯熬夜，就是就算你我下星期上啊，平时排练什么的后天不上而已，我只是说明天公演不上而已。嗯，我是下周不见。比赛加油！我露脸了呀。很恐怖，我人生。我发现我又是我们三个开。谢谢。我在想我们一会儿食堂，嗯，一会儿叔睡着了，我们还得爬上去，爬楼走上去。干嘛睡着我？你找我们？没有哎。那没有人找我们，不用上去。嗯，今天二维码真好看，我也觉得，很好看，知道吗？那个二维码是谁做的？公司。是每人都有吗？嗯，之后都有。我以为是搞笑的一个点，没有哎，因为真的很搞笑。嗯，哇，人家大爷都睡着了，我们去偷看，这么道德，这么没有道德的事情是我会干出来的吗？好吧，之前干过一次。要参加工作了，因为没有人送我。我们甜甜是要步入社会的大人了，恭喜！我今天还看到一个粉丝，那我很社会。我今天还看到一个粉丝穿毕业服来给我们记账。嗯。我昨天没关系，我们明天可以休息一会儿就。我明天还要赶。今天我们食堂有七夕，而且我们昨天叮铃咣啷的下来都没喝完呢，我们的不是我要赶回学校。放松一下。对，前天后天上不了了。等等，你们不需要送我吗？所以你看我那么早就卸把妆给卸了，因为我想早点睡觉。你后天的飞机是早上的吗？还是晚上的？我早上的飞。啥啥？因为便宜，对不对？不是，还没有，算是现在真的。不弄了，太缺德这种事情。作为一个非常遵纪守法的小偶像来讲。没有，是我说的是另外一个。小慧没有请我呀。所以呢，你的票。给我，对不对？他是不是说了，如果我亲了就给他投，给他票；如果他没亲就给我票，是不是这么一个逻辑？特别可爱，我喜欢。我也想早点睡觉，谁不想早点睡觉？但付出行动就是自己的问题了。还有。其实我真的很。没电了，完了，拜拜。凉凉，一首凉凉送给我，我很难过。
你们应该没有带充电器下来。你又没电了。我手机就是有问题。你怎么总这样？电池真的有问题。67。我还65还。哈哈哈。我难过。哈哈。我就要关机了。哪个时区？时区。我想没有。有没有觉得烦躁？今天奶妈闹几点？不知道，吃完就走，吃完就撤。我下来的着急没有拿。知道，但是我觉得我的头还……一看就是没那么。我的黑眼圈、啊。我都吃饱了，我感觉我的披萨都不想吃了。是真的想早睡的人，因为你看我黑眼圈。对吧？我就说不可能一直滴。黑眼圈真的很重。没关系，我还没有关。我没有想到，小慧的头竟然那么小。我一会儿上去，如果胡小慧还在直播，我就跟她对着干，我也直播；如果胡小慧不直播了，我就不直播了。所以呢，我直播的前后取决于胡小慧什么时候关。至于我什么时候上去呢？哇！我再待5分钟上去吧。谢谢。你不吃吗？我刚才吃了那个清文的那个饭，我就吃饱了。我觉得很好吃，下次咱们去早点睡觉吧。鸡汤的那个很好吃。突然嫌弃我的披萨，没关系，放冰箱里，明天接着吃。我今天没上车就不好吃。哎，我们现在的电费是从哪里扣啊？工资，从工资里面扣。那你知道我们是我们室友和我们就平均那样的吗？你知道我和那个都欠了多少？我和牛奶都欠了多少电费？我要开。啊，不好意思。没关系。那我没有看完，我看了。我昨天还说说马尾了。你们就趁我还有对双马尾有执念的时候，赶紧看看。我觉得我再过一段时间我就不喜欢双马尾了，晚上好，我就不能接受自己买。对啊，今天又很晚，没有办法。嗯。嗯。对。哇，我的1%好坚强。哇，谢谢。别到了。谢谢你。这个手还真的，谢谢你的银票，给你小星星。你看我都是用什么喝雪碧？用碗。哦、我曾经我们家大碗我们家喝水都是用碗喝，然后被我爸爸去了。因为要跟你们聊天，所以我只能。那我再给那个。没有，我想说，我不就今天穿了红领巾吗？除了今天，我想说，没有，我想说，我真的不适合《子弹日记》这首歌，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下，我还是回去跳我的秀吧。哇，甜甜是真的不适合。我是真的不适合《子弹日记》。我突然觉得，我看自己像个，我突然觉得我适合《子弹日记》的我好悲哀。我突然觉得我别人跳这个歌怎么是这种感觉？但是我就觉得可能就是我觉得你是一个正常的标准，我是一个不正常的标准。你知道吗？我看我跳《子弹日记》像个傻子，就是很像一个傻子在跳舞。但是你看我跳，我自己都没有觉得那么有违和感，所以说明我是个傻子吗？而且是那种我不自知的傻子。不是啊，我觉得你们是可爱，我跳我就是个傻子，就是很。你说不定留长发就适合了。我真的觉得很奇怪，我跳《子弹日记》。我觉得是因为你内心也抗拒这首歌，所以你也，所以你的感觉不对。小刘，你不是你们很谢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很不适合这一个《子弹日记》。我很难过，对于这样融入这首歌的我，我自己表示很悲哀。我现在离神龙还差两首歌。对，甜甜，你又发现了你跟节奏不搭嘎的感觉。什么什么什么不搭嘎？姐姐，呸！甜甜昨天我跟她排练的时候，她永远跟我是反拍，就那个开头那块绝了。就那个是。我穿跟小红帽一样不好吗？难道不在这个年纪卖萌？难道等30多岁再去卖萌吗？可是你已经30多岁了吧？嗯，35岁偶像。哇，早点睡觉。哎，这个叫什么？欺诈偶像。诈欺偶像。辛苦了。那部剧。对啊。诈欺？不是欺诈，马友友演的那个。对啊。我忘了。我忘记了。我们俩为什么一天天一点点很适合？就是还算这，难道会
因为它叫一点点嘛，因为我喜欢喝一点点。哇，饭好。因为我喜欢喝奶茶。那不是很好看。它叫一点点。会不会海鲜？所以我要去挑一点点。没有，你不要跟他们瞎说。后面是这种。他只是在骗你。我要戴帽子了。你跟他们在骗你。那牛奶觉得林心如会喜欢那种浮夸的衣服。嗯，牛奶刚才说像老外婆。明明是小红帽。我这个帽子这也太奇葩了吧，这个帽子。不会，我的耳朵能立得起来。不要轻易放弃，探寻未知的秘密，在下一个起点，要超越自己。真的很浮夸，这个戴上去就很浮夸了，一摘下去就是日常款。而且我告诉你们，就是这个不是连体穿的，它这个跟这个是分开的，是分开的，就是它是要扣上的，然后再给弄上，就很，我对这个设计非常的佩服。嗯，就是日本的牌子。我想吃你的鸡翅。嗯，这还有一个呢。我的鸡翅呢？没有点吗？我的28块钱的哦。你是啥吗？你想看它长什么样？就是普通的二呀。哦，放在旁边，我老干这种蠢事，就是东西找不到，然后就在旁边就死活看不见。他这个鸡翅比我那么好耶。那是，你想，28块钱4个鸡翅，一个鸡翅7块钱。你倒出来。你们吃一个就是7块钱，哇，好贵哦，我突然觉得。啊，你们一个都不给我留啊！真要说这个，没有，只是倒出来而已。那还给你哈，还你一个7块钱吧。一个鸡翅7块钱，我突然觉得我自己被坑了。那个嘛。没有那个好处多。那难过。你别惊讶，你不能说不加，你说加。求你们，求你们，还是多节节看。其实我今年不想过生日了，我想永远停留在19岁，要不然我们商量一下，今年不办生日公演了，我们就让我们的记忆体永远停留在19岁。我觉得这个主意很不错。嗯，那我也是要奔20了。说的跟你不是一样，反正你在我前面奔。可你那个脸已经先衰老了。不管，我是最可爱的。嗯，是吗？我看行。哼。我就要逃避现实。我其实跟你们讲，我的身份证是伪造的，它上面就写98年，我其实真实的年份我是01年的。不让我说，我那个，我是真的是01年的，我那个身份证造假，呸，不是造假，就是写错了，就是你们经常有那种，就是那种，就是我就是经常会有那种生日跟身份证不匹配的，知道吧？我就是那种不匹配的，所以我其实是零，是真的。所以我们就按我原本的生日过，我是2001年的12月3号的。哇，谢谢你的皇冠头顶着。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过总选期间投皇冠的人了。一般都投什么？一般都不会送了皇冠了。皇冠。对，我们的食堂学的，就是我们不是去重庆，然后把人家食堂就是搜刮干净了嘛，然后现在我们也买了一个可以同时煎蛋和那个煎蛋和烤面包的一个机器。嗯，所以我生日真的是01年的12月3号，所以我再过的话，我应该是要过他长得太可爱了。我应该要再过16岁的生日了。向右边嘛，他右边的话，我不清楚是不是准。我也想早点睡。右边。我想到我还没有。我现在16岁，我要过17岁生日了。我在17。我觉得我这样的年龄适合去勾对象，符合我年纪的一个队伍。我觉得待在 B 队，他们太老了。有一点非常嫌弃他们。他们真的很烦。嗯，是吗？我现在妆敷抓紧时间睡觉，对吗？但是我的直播显示不出来。好看，密码好可爱，晚上好。
上午的车还不着急啊，是早上的车。所以说呀，零零年都上大学了，我零一年的当然是在上高三啦，对吧？回学校，所以你跟这个逻辑都不行。待到下星期公演回来之前吧。而且。有个下午还帮他戴耳返呢，因为只动我这辈子都没关系。你们忘了吗？滴滴滴上次把我给架隔了，就因为我在他头上抹了一个奶油，但是我不太懂为什么我一个架隔的人还能上公演，可能是公司太爱我了，所以我可以正常的上公演。话说我这个手机1%的电消耗了好久哟。没事，至少我下周公演是在的，给你留一个吧。对，我带一。给梦慧留点吧。哇，不行，两个，两个，两个，行行，你们两个呀，对对对，梦慧都要跳起来。这是不是你们自己的？嗯，不是你的。好，是是你的。从一个人的心，等不到上次做流星雨。我真的考虑了很久，我为什么不适合这首歌？就算赢得我代替。多洒落一滴，有时候好吧，我觉得子弹日记不适合我。对呀、啊，他男生不是还说了想把我给遗弃吗？哼，我是有证据的人，我是有录播的人。这是我的身高。嗯，这干的，我们俩看还行。嗯，没事。我现在不想吃披萨了，所以我把准备把这个披萨留到明天吃再说吧。你还没有看？我给你们看我们的食堂。这个要留到。其实我们的食堂有点办公化，就是，但是它上面增添了一些，我觉得它那些什么雪人啊，是根据上海设计的。我要关直播。给你们是看一下，然后这边是那边就是这个棕色的这个机器是热牛奶、热咖啡、热巧克力的，我觉得就适合我们这熬夜八五的人下来买个咖啡上去继续拼命的人。然后呢，中间这个就是零食柜了，你们平时会看到。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一下子能出十多瓶的饮料机了。然后就没有什么了。然后这边是我们的食堂，那个黄白的桌上黄色的呢，就是我们的那个新进的煎蛋机和烤面包机，二合一。然后后面就是我们的食堂。最左边这两个柜子呢是消毒柜，就是装盘儿、装碗儿、装筷子和勺子的地方。然后呢，我们这些什么，我们食堂会经常自备老干妈。嗯，买了很多，还有酱油，各种黑椒酱，什么奶油酱。是我变得好难。当然是要自己买的了，这又因为这个算你自己的一个个人需求。是一瓶泡的水，我拿了两瓶，一瓶就给了狐狸吃，一瓶就留给我放到冰箱里去。他山药我肯定在嘛，山药也是的。哦，我这1%真的坚持了好久。他山药我在。毛毛，嗯，你头上的那个发饰是你自己的吗？还是老刘的？哇，我自己的，要不我留出钱吗？我记得有些当时发给了很多人，他发给了我，他说加一，没有，其实是我的，但是我要说是他的，打扰了。等不到上次做流星雨在满天际。我对他的是懵。什么中国？哎呀，不会搞手指舞。不行，你们不知道我为什么搞了个 surprise。 哎呀，晕了。那手机为什么老自我？那你老想自己的手机来吧。金融赛的生日，你们想想你就知道，你们用多少手机知道了金融赛生日回家？哇，好可怕啊！对吧？有啥好可怕的？那边突然咚一声，这有什么的？对呀、啊，魔法说这个更恐怖。你真的大惊吓！什么呀？我们深夜食，就是那种鬼故事。没事，我跟你，你知道藤竹吗？就是传说中有个男的。你别说了，我不是，你听我说，不是恐怖，就是真实发生的，就是那个男的，那个膝盖上面长了藤竹嘛。然后呢，那个女的就有个女的是他俩认识的，然后呢就想把这些藤竹给
弄下来，就帮他弄下来，嗯、然后把它弄下来之后，那个就拿茶呀、啊、，sorry， 我想喝。叉子，你听我说，他就拿叉子。我只是想喝个雪碧。把他腿上全部都崴下来了，你知道吗？但是这个男的身上，就膝盖上面不停的、不停的、不停的、不停的长出藤壶，然后那个女的就不停的、不停的把他刮下来，你知道吗？最后这个男的发现这个女的把他刮下来腿上刮下来藤壶都烧着吃。孟慧，你先拿着吧，因为我要倒个那个雪碧。嗯、那个很密集的。啊，我要没电了，它已经开始卡了，就证明是要关机的节奏了。不停。可怕鬼故事的，我是看阿凡达都会做做梦的人。不停。我觉得我太害怕鬼故事了。我想我最讨厌的人就是。我的鼻子好油呀。木乃伊。没有吗？关了吧，我关了。我小时候真的很讨厌木乃伊，我觉得我会死。嗯。我记得那段时间正好看到这个。等不到上次做流星。别唱了，萌萌。嗯。痛痛。丧尸吗？没有看过丧尸片。好像看过。外婆关直播了吗？谁帮我去看一眼？外婆关直播了没？你们有对对釜山行，釜山行。哇，别说了，我们有那个有一节课要放飞机吗？就看釜山行。那个。天哪！我看完了那句我三天连续做了梦。因为我们要画分镜头，然后就要跟拿那部电影做示范梦，然后就看。哦、好哇，真的，我看了一遍《釜山行》，我要吓死了，我真的有接受不了的味道。好，一会儿再说。好困了呀。啊，好吧。真的吗？我还以为那首歌应该已经很早。妈呀，都有一年了。没有人听过。我真的关了，拜拜，晚安。我要先走。我也上去了，你等我关一下。不是。拜拜，晚安。去年17年好像是，我没注意看呢，我有点忘记了。